今天是什么东西？超大气球！听说这个气球大到可以把我整个人塞进去，马上来试试看。我马上来帮他充气，充好了，好大！我要把我自己塞进去了，好紧张哦！救命！我被关进气球里面了啦！阿妹。跳来弹跳去，你们喜欢这样的幺幺吗？好 Q 弹呢、但是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，会感觉它随时都要爆炸、好可怕、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我现在很想尿尿。Oh my god， 谁来救我？